岁来纽西兰，我从小我父母就是定了三件事情是他们绝对不妥协的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去教会，第二个就是弹钢琴，其次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去上中文课。我妈的口头禅就是不怕慢，只怕站。我是奈斯，是今年工党在 Botany 的候选人，很高兴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人生。我会把我自己定义成一个千禧年代，因为中文用的比较少，英文就叫 millennial， 是一个很多洋人媒体，就英文媒体会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标签。对于一个年轻女性进政界肯定有困难的，我觉得我不想去粉饰太平，我也不想装作它不存在。是我们社会或者我们自己每个人，包括我们华社的人，也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思想在我们脑子里面，所以这些我们所谓的 prejudice 偏见肯定也会投射到我的身上和我所有女性的政治家的身上。所以首先我知道说我是为了社会公平性而要去奋斗的，所以这个不管是这个声音在国会当中还是在整个社会当中，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重要要发的一个声音。是对于我来说，我的重点会在于说作为 Botany 的选区议员，你的工作是什么。其实大家有可能不知道说一个排名国会议员跟一个选区国会议员其实工作的那个 job description， 他的工作内容是非常不一样的。其实一个选区国会议员，其实我们的核心是要做 constituent work， 就是选民工作。这个是什么？比如说今天你的案子被社会的各比如说发展部等等，就是各个政府机构推来推去，没有办法等于说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解答或者一个解决的时候，你就应该去来找你的选区国会议员。当时很多要沟通，要把大家 bring to the table， 这才是一个选区国会议员要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如果说做到社区工作的话，我真的觉得说我比 Christopher 更适合在 Botany 做这样子的社区工作。因为我不管是从我法律的背景，我就是解决个案的，我们做法律就是去解决个案，还是到我这几年在 Foundation North， 我看到了社区的各样的不同的需求，然后包括就是说单亲的妈妈没有地方住，然后一直到比如说孩子没有办法上 local 的学校，因为比如说他有一些学习障碍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你就是要去关心每一个这些人的生活。那当然对于华社，我觉得我的怎么说，我的selling 就是说我自己的 marketing 更简单，就是你来到我办公室，你直接用中文就可以把你的难题跟我说了，然后我就可以帮你去解决了，你不用去找翻译，你也不用担心它是 inaccessible 的。因为我觉得包括我进入政界，我就有当时有很多很多的思想在头脑里会打转。我是华人，我会说中文，我出生在中国，我五岁来纽西兰，我能不能说我是个纽西兰人？所以当我自己开始慢慢去 work 这个 through 的时候，在这三年当中，我发现纽西兰也同样在问自己这些问题，你们的国会到底为你们是怎么服务的。这次大选我是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走上这个旅程，不管结果如何，然后对于我来说其实进国会只是一个开始，所以真正我希望以后奈斯能够是帮助所有的华人朋友也能够更加的融入到了解新西兰的政治生活。